你们干嘛呢？这个知道是谁吗？认识吗？不认识啊。这个是你爸爸。是的，他肯定是不会认错人的，他可以100%的确认，但是因为你骑车之前都忘记了，是不是？那你骑车之前是到底想了，就是说以前的事情都忘记了嘛？那就是说爸爸这里他都有告诉你，你以前小时候怎么样，长大了怎么样，然后在哪里读书，读到什么时候，然后什么时候出来的，他都记得，啊，他一点点慢慢的告诉你。总共的时间是21年，21年前的2年前回过一趟家，几个小时又出来了，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也失忆了，这样子一直流浪，大家完全是陌生了。他没有办到第二的身份，也识别不出来。慢慢跟进了之后呢，最后面他说出了一个地址，但这个地址呢又相差了一个村，又没办法找到人。最后面呢，通过这个抖音哭丧，短短几个小时，给他家人发现了，家族整整十几个人，他老爸哭得真的好伤心。与亲人的交流之后，他现在呢，慢慢就回忆起来了。